好，今天我们来讲这一篇解释型作文的赏析文。这次就没有索引了。因为我发现，如果把这一篇一段一段的复制到 PowerPoint 里面，它的字体大小太小了，你们应该看不到。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抓荧幕。好，这篇叫做《The Rising Cost of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is Less Troubling Than Believed》。就是教育与医疗的成本上升这问题，比当初相信或想象的没有那么还要没有那么的令人担心。意思就是说，就是教育跟健保费用成本上升。这篇来自《Economist》经济学人，经济学人的文章有两大特点。第一特点是，他们都是匿名的，因为他们的概念是说每一篇文章是集体负责，所以都不署名。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文章言简意赅，因为他们自己标榜虽然是杂志形式刊登，但是他们自己标榜还是一份报纸，那报纸就尽量不能太厚嘛，所以他们文章都尽量简短。然后说到重点就可以，偶尔开一两句，双关语玩笑，仅此而已。因此呢，读经济学人的文章，最大困难也就在这里，就是说每一句都有意义，甚至每一个字都有意义。所以如果哪里读不懂的话，很容易就 get lost，就是不知道整篇在讲什么。这篇是去年的文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Among the compensations of aging is the right to bore youngsters with stories of the prices of yesteryear。好，这一句在讲什么呢？之一呢？我怎么了？的补偿之一是，能够跟年轻人 youngsters 就是说一些之前 yesteryear 不是去年哦，是很久以前这个价格的故事，然后借此就是让年轻人觉得很无聊，这明显是一句玩笑话，意思就是就是说你知道年长者偶尔会聊往事的时候讲说啊当时。物价多便宜，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故事，所以继续看。Once upon a time, a ticket to the cinema cost just 5 quid。曾几何时，去电影院的票价只需要5英镑，quid 是英镑。And a hogshead of mead, but a farthing。而一杯米德酒，甜酒，应该是蜂蜜酒吧。只需要10次便是。英国在改革金币制度之前，他们的硬币制度很复杂，并不是百分比的。现在当然就是一便士，100便士就是1英镑，就这样而已。那他们以前还有一些其他单位，像什么 farthing 啊、shilling 啊这些东西。那 farthing 是是1/4便士。然后一便士，这是旧制啊，一便士是240分之1英镑，总是很复杂。Anyway，意思就是说很便宜。我们继续看。Of course, savvier youths know how to debunk such tales。当然啦，比较知情的年轻人知道如何戳破这些，不是谎话，这些，你可以说。吹牛故事吧。Adjust for inflation and many things are cheaper than ever。如果把通货膨胀 inflation 算进去的话，很多东西是现在是最便宜的。Since 1950, the real cost of new vehicles has fallen by half。从1950年以来，这个
新的汽车或是汽机车的实际价钱、实际成本对折了，fallen by half 就是对折。And that of new clothing by 75%，新衣服的实际成本降低了75%。And that of household appliances by 90%，家用家电成本降低90%。Has improved，而即便成本降低，但品质一直在上升、提升。Tumbling prices reflect decades of improvements 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Tumbling 是滚的，所以这边是指向下滚。价格一直向下，这个滚动向下滑动，反映的是数十年以来的科技与生产力的进步。But the effect is not economy-wide。然而，这种效果并不是整个经济体系都有。Cars are cheaper, maintenance is more expensive。汽车虽然便宜了，但是汽车维修却越来越贵。And costs i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have risen roughly fivefold since 1950。而教育与医疗的成本从1950年以来上升了约5成，不是约5倍，fold 就是对折，一张纸就原本从1层变2层嘛，所以是加倍，fivefold 是5倍。Though no mystery, this rise is often misunderstood with serious economic consequences。虽然这件事情并不是个谜，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是这样的成本增长的现象往往被误解，而误解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经济后果。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就看到上礼拜讲的这个一开始要解释清楚要做的事情，就是读者什么时候会遇到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问题或者这现象。这篇第一句跟你讲的，很多时候跟长者聊天，他们会讲说：“哎，物价以前很便宜。”那关于物价的事情，你自己了解，应该也了解说，并不是实际比较便宜，只是面额比较便宜而已。但是这个，即便大部分的东西物价没有以前贵，但是还是有一些少数东西越来越贵，比如说这边说汽车维修、教育业、医疗业。好，所以这个就是这篇要讨论的。如果你还记得这篇的标题，我们往上看，这篇的标题是“教育和医疗的成本成长问题”。好，就是要讲这些东西。然后第一段最后一句，就点出这一篇的重点，一言以蔽之，这样的成本增长常常被误解，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所以接下来这篇就要讲解为什么会被误解，然后实际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弄懂了跟没有弄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经济上的影响。好，我们看下一段。There are as many explanations for the ballooning cost of such services as there are politicians。这些服务成本的快速成长，balloon 气球，你把气球吹大，它就膨胀嘛，这些成本，这个膨胀这现象，有很多解释，解释之多，跟政治人物或政客一样多。意思是说，每一个政客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那这边隐含的意思，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呢？因为这边隐含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会听到这个论述中，或是就是。社论中或是政治人物才会提到这个问题，一般生活中也许你不会特别去讨论。But as a newly published analysis argues, many common scapegoats simply cannot explain the steady, long-run rise in such prices relative to those elsewhere in the economy. 但是，如一篇新发表的分析报告所论述的，许多常见的替罪羔羊，就是大家以为是这个的错、那个的错，这些理由，简单来说，无法解释这些项目价格持续而长时间
成长的趋势，而这成长趋势是相对于经济体系其他方面的成本而言。所以，就像第一段讲的，就是比如说汽车维修成本越来越贵，但是汽车本身是越来越便宜。好，接下来，In why are the prices so damn high？在为什么价格这么高？这一篇报告里，Eric Helland of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and Alex Tabarrok of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这两个学者，通常一篇文章里面学者是谁，不用太留意，你只要留意就是这些人的姓氏，因为如果下面还会再回来提到这一篇或者这些学者的话，通常只会指出人家的姓氏。所以记得姓氏就好了。好，这两位学者 write that that quality has improved far too little to account for it。他们报告指出，物价成长这些方面的品质提升这件事情，无法完全解释价格成长的幅度。意思是说，他这边是说，就是品质没有上升那么多啦。Account for 是解释。Administrative bloat is not the answer either。行政扩大，bloat 是它原本是指说身体某一个部位，肿长起来了。那这边意思就是行政支出，这个胀大，这个膨胀。所以，光看行政支出也无法解释这些成本成长的幅度。In America, the share of all education spending that goes o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roughly steady for decades. 举例来说，在美国，所有教育支出当中，行政的比例，the share of 的比例，数十年来都大约持平。Healthcare spending has risen faster than GDP in rich countries, despite vast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ir healthcare systems. 而在富有国家中，医疗支出的成长幅度比 GDP 还要快。尽管说这些国家之间使用结构上截然不同的医疗系统，他意思是说，既然医疗系统都不一样，那所以行政支出应该也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还是快速成长，超过 GDP。好，所以这一段，是开始切入这个主题的第一段。他的做法是，承接上一段讲说，你可能已经对这件事情有看法，所以他先这个指出，哎，比较常见的两种看法其实还是无法完全解释。第一种这个常见的看法就是，品质上升，但是品质是没有上升那么多了。第二种常见的看法是行政支出，但一样的行政支出这个也没有成长那么快。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往下看。The real culprit, the authors write, is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labor of teachers and doctors。两位学者指出，真正的凶手是劳力成本的持续增加，尤其是教师与医师。That in turn reflects the relentless logic of Baumol's cost disease, named after the late William Baumol, who first described the phenomenon。而这一项，尤其是教师与医师的劳动成本成长这件事情，则反映的是，Baumol 的这个人，好几年前发现的一个，成本这边的 disease 只是意思是说就是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可以说是它这个成本成长效应，这个效应的，无法阻挡的一个逻辑的演进，就是说，你如果了解这效应，你了解它的逻辑，你就会发现，就是很难让它停下来，像一颗滚石一样。
然后这边稍微提到鲍勃这个人，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效应的名字是按发现的人命名的，这很常见哦。Productivity grows at different rates in different sectors。所以接下来这段开始讲解这东西。生产力呢，在经济体里不同面向会有不同的成长率。It takes far fewer people to make a car than it used to. Where thousands of workers once filled plants, highly paid engineers now oversee factories full of robots. 所以，比如说，哎，注意好，这篇举例的时候都没有跟你讲，比如说，或是举例而言，因为他作者知道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期待某一种例子，所以就没有特别点出来。好，那这边在讲的例子是。现在造一台车需要的人力比以前少很多，然后破折号里面又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曾经工厂 plant 是工厂，工厂里充满数以千计的工人，现在呢，工厂都是机器人，由一群少数薪水很高的工程师来监督掌管，所以。劳力成本降低了，But roughly the same number of teachers to instruct a school full of children。这一句是承接这个句首这个句型，It takes。那就是说，但是呢，It takes roughly the same number of teachers。但是，一间教室的学童仍然需要差不多数量的教师来做好就是教育这份工作。Reckon that workers' wages should vary with their productivity。经济学者常认为，工人的薪水应该跟着生产力而变化。But real pay has grown in high and low productivity industries alike。但实际状况是说，实际薪水，就如果把通货膨胀也算进去的话，实际薪水。在高生产力和低生产力的产业，通通都有成长。That, Baumol pointed out, is because teachers and engineers compete in the same labor market.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鲍姆说，这是因为不管是教师还是工程师，通通都是同一个劳动市场里面的人的求职者。As salaries for automotive engineers rise, More students study engineering and fewer to become teachers unless teachers' pay also goes up. 随着汽车工程师的薪水上升，比如说，更多学生选择去主修工程，而比较少学生选择去当教师，除非教师薪水也向上提升。The cost of education has thus risen because of the rising pay needed to fill teaching posts. 因此呢，这个教育的成本也成长了，因为需要支付更高的教师薪水才能吸引到有人愿意来当教师。Post 这边是工作的意思，职位的意思。Other factors matter too. And can explain, for instance, why Americans pay more than Europeans for healthcare and higher education. 那当然，除了鲍姆讲的这个之外，这个教育跟医疗成本成长的问题，还有其他因素。而这些其他因素，才能去解释，比如说，为何美国人比欧洲人付的医疗成本跟高等教育成本还要高。注意这一句有一个 for instance 这边举例而言，因为它是同一句里面从抽象换到具体，不好意思，刚刚又跳掉了，为什么会一直跳掉？对，这边好，所以确实有其他因素，所以这一句开头是抽象的，有其他因素。然后接下来才转换成举例来讲一些具体的细节。
所以一句之内，通常要切换的时候要稍微讲一下。举例可以说 for instance，for example。你要切换成抽象的话，你可以说 in general，in principle 这一类的转换法。但是句与句之间，通常你只要结构设计好，读者就知道接下来是举例还是在讲原则。好，所以确实有其他因素，but across countries。None is as important as the toll exacted by cost disease. 但纵观各个国家，across 嘛，横跨，所以纵观，没有什么因素比这个包姆讲的成本膨胀问题来得严重。toll 是譬如说你开车上国道要缴那个国道费。开，我忘了那个叫什么通关费吗？所以它是一项成本，不可避免的成本。然后 exact 这边是它动词，是说抽取、抽成、抽税这个字，通常就是 exact 后面常接的字就是 toll、cost 之类的，就是成本。所以意思是说，不管其他因素，如果即使考虑其他因素，鲍勃讲的这个成本膨胀问题。还是最重要的一项成本，的因素。我们看下一段。Baum's earliest work on the subject, written with William Bowen, was published in 1965. 好，所以上面把这个效应介绍完了，接下来就把它连回我们现在在讨论的问题。鲍勃最早1965年跟 William Bowen 另外一名学者就发表过这个主题的论文。Analyses like that of Messrs. Helland and Tabarrok nonetheless feel novel because the implications of cost disease remain so underappreciated in policy circles. 尽管如此，nonetheless，尽管如此，Helland 跟 Tabarrok 两位先生。就是刚刚上面提到那篇报告的两名学者，作为这个字，这个是英国人比较喜欢用的，但是美国人也可以用啊。就是如果这个是 Mister 的复数，念 Misters，它拼法这么奇怪，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法文的先生复数 Monsieur。这样讲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拼成这样，但总之它的来源是在那里。好，所以尽管如此，1965年就知道这问题了。像上述两位学者所提出的这样的分析，还是让人觉得很新颖，novel，新鲜。因为呢，这现象的影响，implication 是隐含效果或是隐含后果，我们简单可以说它是影响。这种成本现象的影响，在政策圈。就是搞政策的人之中，仍然是被低估的。Underappreciate，appreciate 是我们常说的是感激，但它真正的意思是了解或是懂得。所以，譬如说，我们如果为什么会变感激呢？因为就是 I appreciate you，我谢谢你。其实意思就是我有看到你的付出，我很感谢。所以它原本的意思是认知、认识、了解、看到，所以 underappreciate，可以说被轻视吗？或是没有完全被看清。For instance, the steadily rising expense of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is almost universally deplored as an economic scourge, despite being caused by something indubitably good, rapid if unevenly spread productivity growth. 好，比如说，这个教育和医疗稳定成长的成本支出这件事情，几乎每一个人，universally 这边就是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大家，几乎每一个人都deplore 可以是指责、谴责，或者是埋怨，都被指称是一个经济上的弊端。Scourge 有很多意思啊，但是
它是一个来自中世纪，这个好像是蒙古，就是人，军队这个所向披靡的侵入欧洲的时候，会用来比喻的一个字。那意思你这边可以想成是弊端。好，所以这个成本基本上都被视为一个弊端，即便说它是有一个大家认为是好的事情所造成，indubitably 就是 undoubtedly 就是无疑的。什么东西呢？被什么造成呢？迅速，即便不是平均分配的生产力成长。就是包括我刚刚讲的生产力成长，所以这些成本才会上升。Higher prices, if driven by cost disease, need not mean reduced affordability, since they reflect greater productive capacity elsewhere in the economy. 好，所以如果价格成长是因为这个效应造成的话，意味着说。购买力未必下降，affordability 就是能够购买的能力，简称购买力。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高成本反映的是经济体系另一面向或另一产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The authors use an analogy。这边的作者应该是指鲍摩跟鲍恩。不一定哎，啊不，这边确实是指那两个，因为他这边上述两个学者，他是放在一个如同的一个句型里，所以不是这边主题不是他们，是上面鲍摩跟鲍恩这两个。好，所以这两个1965年的学者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解释：As a person's salary increases, the cost of doing things other than work, like gardening, for example. Rises, since each hour off the job means more foregone income. 随着一个人的薪水上升，做工作以外的事情，譬如说园艺，这些事情的成本也上升。因为你每花一个小时不工作，就放弃了那个小时的薪水。而就是那一个小时的薪水越高，你花的成本，你放弃的越多，你成本就越高。But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time spent gardening has become less affordable. 但尽管成本变高了，但不代表说像园艺这种活动就变得比较付不出所需的钱。就譬如说什么园艺材料啊什么的，可能还是价钱差不多，甚至可能下降。所以这边成本跟购买力是分开来看的。好。所以，如果上一段在简单介绍鲍摩这个现象的解释，就是原理是什么？这一段开始在讲，为什么1965年的研究到现在都没有那么常见，或者是说不被广泛的理解，或者是譬如说他这边讲的政策，拟定政策的时候很少会援引，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好的东西，生产力上升，造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教育跟医疗成本上升。那这边隐含的意思，他没有讲出来，因为经济学人非常言简意赅，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隐含的意思是说，搞政策的人，他们政策是提供给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需要政策是，至少在选举期间，就是为了吸引选票。所以这个东西有正面有反面，它是两相并存的，分不开来的，无法分开讨论。所以对于政治人物的选举没有很大的帮助，因此这个为候选人拟定政策的人也就没有特别向他们提出来。那当然，如果你已经选上了，你再位的话，这可能是另当别论了。我们看下一段。好。所以上面讲说这现象好坏并存。接下来，Neither do high prices necessarily need fixing。而且高的价格成本未必需要
这未必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 neither 其实它是一个文法上的连接，它其实没有真的指涉什么东西，它只是说因为上一句也是否定，要连接下一句，所以也是否定，所以用一个 neither。Many proposed solutions would be good for growth, but would not lessen the disparity in costs between the output of high productivity sectors and low productivity ones. 好，所以这边就讲说，之前可能有提出过的一些解决方式，许多提出的解决方法对于成长有帮助，经济整体成长，但是并不会减少高生产力跟低生产力方面的这个产出的成本。差距，意思是说，这大部分提出来的这些，许多提出来这些解决方式，会让整体经济成长，但是并不会削弱不同产业、不同工作之间的成本差异，尤其是高生产力跟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拉近。Boosting the supply of labor by increasing immigration could depress costs in both, for instance. But the pric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n terms of sedans would remain eye-watering. 好，所以举例来说，如果增加移民移入，借此来增加劳动供给，就是越多人可以让更多人进来从事劳动工作，劳动就是工作，从事劳动的话，或许劳动整体成本会下降，但是。如果拿大学教育成本跟轿车成本，设定是轿车，去比较的话，大学还是会贵得吓人。Eye watering 就是让眼睛有水，就是想要流泪，就是看到就眼睛就泛红，就是觉得好绝望。Innovation in stagnant sectors, while welcome, would shift the problem of cost disease elsewhere. 而另外一个被提出解决的方式，就是在成长缓慢的这个产业，鼓励创新。那这样做的话，虽然有好的结果，会有好的结果，所以 it's welcome，很受欢迎。这边它的意思不一定是受谁的欢迎，而是说是好的。但这样做呢，会把成本这个现象的问题移到其他产业去。A burst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ducation, because of improved online instruction, say, should contribute to a decline in the price of education per student. 好，上一句刚刚讲的这一句可能有点抽象，所以接下来几句在举例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譬如说，say 是举例而言，假如说。如果突然有一阵教育产业生产力提升，理论上会让每一位学生需要支出的教育成本降低。But because a given instructor could serve many more students than before, teachers' potential income would rise. Luring some would-be doctors away from the study of medicine and exacerbating the problem of cost disease in healthcare. 然而，因为在就是他这边的举例是说，如果就是教育产业这个网络教育普及化，然后这个生产力提高，就譬如说网络教室一次可以容纳200人，而不是。不一定要像我们现在班上40个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因为单一教师可以同时去教更多学生，因此教师的潜在收入也会上升。毕竟就是每一位学生付的学费可能会降低，但是不会降到那么低，可能上升。
而这会吸引略而是引诱，吸引一些可能成为原本要成为医师的人，从医学吸到来当教师，但这个又会恶化，exacerbate，这会恶化医疗产业的成本膨胀问题。A productivity boom in healthcare might shunt the cost disease to dentistry or childcare or veterinary medicine. 如果医疗产业生产力提升的话，可能会把成本问题转移去牙医产业，或是儿童这个照料照护产业，或甚至是兽医产业。注意它的连接就是可能会变成医师的人不再读医学，改去读教育，所以就回到刚刚解释的说，这个现象是共同劳动市场造成的问题。所以下面举例，如果医生的效率提高的话，可能会把问题移到效率还没有提高的相关产业，像牙医啊，或是兽医之类的。所以这就在解释，如果某一项产业生产力提升，有创意、有创新，导致生产力提升，只会把成本问题移到其他产业。The only true solution to cost disease is an economy-wide productivity slowdown, and one may be in the offing. 好，所以如果上一段在讲说，以前提出的解决方式其实没办法真的提出，这边讲真正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让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都慢下来，而这个状况是因为它慢下来是名词，所以这个慢下来的状况可能快要来了。Be in the offing 就是也是一个选项，有提供给你。那这边的意思是说，可能快要来了，可能嘛，may。Technological progress pushes employment into the sectors most resista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科技进步会把这个就业，意思是劳动市场、劳动人口，移到比较不受科技影响，不会因为科技进步而提高生产力的一些产业。Eventually, nearly everyone may have jobs that are valued for their inefficiency, as concert musicians, or artisanal cheesemakers, or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staff of the very rich. 所以，经年累月之下呢，终究的，几乎每个人的工作都会是，恰恰因为没有效率，生产力没有很高，而有价值。譬如说，就是专业乐手，concert musician 就是不只是自己这个玩音乐，而是有去演出。专业的就是音乐家，也有可能是手工起司工人，就是他们做 cheese，然后是手工制作，不是用机器的。artisanal 通常意思就是手工，它的字根 artisan 就是工艺工匠。Or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staff of the very rich，也有可能是有钱人的，就是家里的佣人，服务有钱人的一些工作。If there is no high productivity sector to lure such workers away, then the problem does not arise。如果这些没有效力的产业的劳动人口不会被吸去更高生产力的产业，因为这些更高生产力产业不存在。There is no，不存在的话，那成本增长问题那当然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可以后退一步来看一下，前面上一段跟这一段，上一段是讲解决方可能的解决，大部分被提出的解决方式其实无法解决，这一段在讲真正的解决方式，但其实这两段有一个相似点，就是不管是错的，那就是没有效果的，或是有效果的方式，目标都是把不同产业的生产力这个拉近。那上面这一段讲的一些方式是把生产力低的产业提高它的生产力，
然后问题就是，并非每一个产业的生产力都能提升，如同下一段讲的，有一些产业就是不是重点就不是它的生产力，像什么就是这些产业，那怎么办呢？如果不能把大家生产力往上拉，那只能把大家生产力往下拉，所以他这边讲的这个才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式，那当然不是说其他产业的生产力减弱，而是说把大家推到生产力低的产业去，所以是以劳动人口的生产力为比较标准，而不是产业本身。所以他这边讲，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低生产力的工作，是以人为主，不是产业为主。好，我们看下一段。A cure worse than the disease。那当然，一想就知道，这样的所谓的解决方式，这比问题本身还要严重。These possibilities，承接上段，应该讲《经济学人》它的副标题其实都没有太大意义，它并不是分解的用意。实际上，我也不太确定为什么有时候有小标，有时候没有，可以算是英国人一个独特思维吧。好，所以这一段直接承接上一段。These possibilities reveal the real threat from Baumol's disease，就是要让大家生产力下降这种可能性，揭发了成本效应真正的危险。Not that work will flow toward less productive industries, which is inevitable, but that gains from rising productivity are unevenly shared。真正的威胁并不是担心说工作会逐渐流向低生产力的产业，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用担心。担心的是，产业提高生产力之后，这个更多的利润并没有被平均分配，gains 所得，那这边讲的应该就是利润。所以，真正要担心的是，生产力提高的是导致钱更多，但这些多的钱没有平均分配。When firms in highly productive industries crave highly credentialed workers, it is the pay of similar workers elsewhere in the economy, of doctors, say, that rises in response. 当公司 firm 是公司，当高生产力产业的公司需要 crave 是渴求，需要Highly credentialed workers. Credential 是文凭，不一定是教育文凭，有可能是证照之类的。所以当高生产力产业需要很多证照、文凭、训练的工人，而因此提高他们能愿意付出的薪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经济体其他地方相似的工人，譬如说医生，的薪水会跟着成长。That worsens inequality, as low-income workers must still pay higher prices for essential services like healthcare。而这会导致贫富不均恶化。这边没有讲贫富，但是 inequality，尤其在讲经济的时候。就是讲贫富，这会，所以，上一句的现象会导致贫富，差异扩大，因为，低收入工人还是要看医生啊，那他们看医生就要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医生薪水也跟着提高了，所以这边有特别提到这个同一个劳动市场，所以是相似的工人。才会受到成本效应的影响。Even so,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that drives cost disease could make everyone better off。所以，即便如此，即便会有一些就是低收入的工人，这个更不容易付出基本支出。So 是代名词嘛？它是代替上一整句话。所以，即便如此，导致成本膨胀效应的这个生产力提升，还是可能让大家过得更好，
to be better off 就是过得更好。But governments often do too little to tax the winners and compensate the losers。但是政府往往，针对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做太少。那这边，举两个例子，就是你可以把这赚更多的人收更高的税，然后这个要付更多钱的人，那个可以给他一些补偿或是补助。And politician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bubble effect sometimes cap spending on education and health。而甚至有不了解成本成长效应的政治人物呢，会为了教育和医疗支出设一个上限 cap 原本是盖子，那这边指的是上限。Unsurprisingly, since they misunderstand the diagnosis, the treatment they prescribe makes the ailment worse。那不令人惊讶的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误解了问题诊断错了，那他们这个提供的治疗方式呢，只会让问题更严重。这一句等于是回扣通篇的一个比喻的画面，就是疾病 cause disease，所以他们解决问题可以说是诊断，然后治疗方式 treatment prescribe 是开处方签，ailment 也是疾病。所以，因为诊断错误，所以开的处方治疗方式只会让问题更严重。这是最后一段。所以这一段结束之后呢，其实就已经讲完这一篇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回去看一下。第一段，This rise is often misunderstood，常被误解，with serious economic consequences，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好，所以这就是通篇要讲的东西。第一，如何理解它；第二，误解可能造成什么问题。写一篇好的解释型作文，希望你也在前面，不管是第一段结尾还是第二段开头，看能不能把整篇文章的重点浓缩成一句话讲出来，让读者知道这篇要讲什么，然后对于接下来如何去讲它，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预期。好，所以第一个怎么去理解它？第二段开始去讲，这个问题就是医疗教育成本上升，常常误解的方式，再来提出真正的解决方，真正的现象所在，问题所在，这个成本成长效应，稍微解释一下同一个劳动市场里面不同工人会移来移去，所以这边这个产业这个生产力提高，但是是另一个产业的薪水提高。因为生产力提高，这个产业就是需要的人就比较少，所以薪水不会太有变化。是另外一个相关，相似劳动人口的另一个产业的成本提高。再下一段呢，再解释为什么1965年的研究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懂，那就是因为好坏参半，不是好坏相随，无法分开来，所以政治上很难以使用。再下一段，再讲说，好，真正了解这问题的人呢，他们怎么去解决呢？两个常见的解决方式没有真的解决，不管是这个增多劳动人口，还是提高生产力，都只是把问题移到别的产业去。好，这些都是误解跟错误解决方式，唯一真正的解决方式，这一段开始讲，就是。大家最后去做一些低生产力的工作，意思就是说，这个经济体系的成长，生产力成长幅度已经持大家差不多持平，差不多一样了，没有大幅变化，就不会有成本成长问题。仔细想想，这也好像虽说是一个解决方式，但这只是一个经济模型之下的解决方式。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很难说科技进步会，很难说所有的产业的科技都会抵达差不多这个进步的
未接，因为他们意思是说，好，可能 A 产业生产力提高，所以大家跑到 B 产业，然后 B 产业生产力提高，那大家可能跑到 C 产业，但是也有可能，如果 B 产业的生产力提高比 A 的产业的生产力还高的话，大家又跑回 A 产业也有可能。这个是这一段没有提到的，但没关系，因为这篇，它的重点，这个不算是重点。你看在这一段有点短，你就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就像刚刚第一句提的，误解方式和带来的经济后果。所以误解方式前面讲了，那正确理解它只是顺便提一下。接下来就要讲经济后果，就是最后一段，真正的威胁，那后果并不是，大家会进到低生产力的产业，因为这是不可避免，而是说贫富不均。然后这边就锁定了刚刚讲的是相似劳动者，因为是同一个劳动市场。如果一个劳动者文凭很多，另外一个没有文凭，他们就不是一样的劳动市场，他们能做的工作，差很多。所以是这两者之间的贫富不均，应该要特别注意。所以如果这一篇有什么诉求的话，就是要政府多注意成本膨胀效应带来贫富不均的问题，然后努力设新的政策去解决它。那当然，因为这是一篇解释型作文，所以也未必需要有某一种诉求。只是说这篇一开始有点出会有一些后果，那如果有不好的后果，通常读者就会预期会有某一种解决方式，但是你写的时候就未必。解释型作文只是单纯在解释一个东西、现象、过程、经验诸如此类，不需要呼吁某一种改变。如同上周讲的，你只需要提到读者读完之前跟读完之后，读者本人的改变就可以了。要去改变读者的想法，或是改变读者愿意从事的行为，这个是下一个单元要讲的申论型作文。所以虽然解释型跟申论型作文两种都是，提供很多资讯，但是主要的差别就在这里，解释型作文没有要读者采取既定立场，它主要只是要让读者理解而已。但下一个单元的申论型作文呢，就要改变读者的立场。换一个说法，就是解释型作文的读者没有既定立场，他不知道，你只是让他知道而已。但申论型作文的读者可能有既定立场，而且，就单就写作文的这个作业而言，读者的既定立场跟你相反，你要试图说服读者说你自己的立场才是比较对的。那个是下一个单元要讲的。这个单元，解释型作文这边要让你看到的就是清楚的结构，上面说你要做什么，下面就开始做。那另外呢，有一点点幽默感。我们如果回到第一页第一段，他讲说老人很喜欢考古，然后讲以前东西有多便宜多便宜，这一段算是有一点幽默，英式幽默，不是很好笑，这就是英国人的幽默方式。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点是，它除了抽象的解释之外，它还有具体的例子，而且它举的例子通篇都维持一致，都是医疗跟教育。那当然，这篇的标题就是医疗跟教育，但是你仔细看实际内容是在讲解这个成本成长效应，只是拿医疗跟教育当做英文叫做 hook，就是吸引人的点。如果标题说有一个成本成长效应很危险哦，你不一定会想读。可是因为它标题锁定读者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医疗教育成本一直增加，比较会吸引读者进来读。但它实际要讲的就是这一段写的这个成本成长效应。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跟医疗是通篇一直回来用以解释的具体例子。一段之内的例子也维持一样嘛。所以，譬如说，不，就是通篇的例子一样。所以，譬如说，第，
某个地方提到，对，第一段提到汽车变便宜，但是汽车维修变贵，所以汽车变成第一个这一篇第一个具体的例子。那到了第二页这一段呢，他又回到汽车了，automotive engineer 汽车工程师跟教师去比较。那再下来的话，对，就主要就是医疗跟教育成本。那另外一个通篇使用的同一个具体意象就是疾病，因为它的名字不就是一个？如果我们回到介绍它的第一段，它的名字就是 cause disease，所以 disease 就是一个直接可以使用的意象。那刚好这篇讨论的主要例子之一就是医疗，提到医师，下面就会讲述，譬如说，如果这个医师在医疗产业生产力提高的话，医师可能当医师的人可能最后跑去当牙医啊，或者一些其他相关产业，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主要的通篇使用的例子。然后当然最后一句。又回扣这个例子，又有诊断，又有治疗，又有处方，又有这个疾病。所以，虽然你在读的时候，这些例子之间未必相通，但是因为整个问题其实有一点复杂，所以如果让读者可以一直回到同样的意象或同样的例子，会减少读者需要耗费的脑力。如果你每一段要举一个新的例子、新的产业、新的工作，读者要一直跳来跳去，比较没有，这篇文章就比较不会给读者一个整体性的感觉。好，那读这一篇文章，不晓得你读的时候你的 emotion、你的情感感觉如何？但至少我在读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时而论述，时而举例，然后问题的面向。先从误解问题，再讲到这个误解解决方式。所以误解问题，然后再来真正问题是什么？然后误解解决方式，然后真正的解决方式是什么？然后因为这个问题被误解，做事要去解决它，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结构相当清楚，读起来。只要单字能够掌握，其实读起来的感觉是蛮顺的。读完之后，我也觉得说，诶，我好像学到一点东西的，甚至会有点沾沾自喜，因为他这毕竟讲说这个现象是很多拟定政策的人不会去讨论的，或者不懂的，所以我会甚至读者会觉得沾沾啊，我懂得比一些政治人物还要多啊什么的，这也是学习的乐趣，其中一个走向。好，所以这篇文章就介绍到这里。重点就是要有清楚的结构。有任何问题，欢迎写信问我。讲太快的话，可以重新读一遍。那下一次就开始讲申论型作文。